大家都知道向太喜欢收藏名贵珠宝，前段时间他也跟大家分享了几款名贵的珠宝。5月6日向太又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帝王绿珠宝戒指，这款珠宝一看就很是昂贵。接着向太介绍称，这款帝王绿的戒指上面还搭配了红宝石，这就更加的昂贵了。其实这款珠宝除了戒指外还有一对耳坠，向太大方地展示了自己的这套珠宝。而随后向太还向大家透露了自己以后的珠宝传给谁。向太表示自己的这些珠宝首饰都是要给孙女小奶黄的。一直以来大家都以为向太会将自己的珠宝给儿媳郭碧婷，没想到向太会全部转给孙女。不过想必郭碧婷一定也不会生气的，毕竟有婆婆宠溺女儿，每个儿媳都会高兴的。另外向太并不是直接赠送给孙女的，他是想让孙女去拍卖这些珠宝，或者成立慈善基金会去帮助更多的人，他称之为爱的传承，也希望小奶黄以后不要辜负了奶奶的期望。